大家好，咁咧，我哋喺中國人道總會嘅運動員嚟表演嘅。咁咧，好，首先同大家打招呼先。你咁咧，今日我哋咧有三 part 嘅表演嘅。咁咧，第一 part 咧會表演我哋嘅護身法。咁咧，護身法。他們的表演呢的難度很高的，那呢上高上高，那呢越跳越高的啊，俾啲掌聲大家，唔該，係好啦，跟住咧咁高啦，睇下得唔得啊？係同大家開玩笑啫，嚇！好，到第二 part 啦，第二 part 嘅表演咧就係咧招式嘅示範，好，埋位。柔道嘅招式里面咧，就分手技、腰技、足技、真写身同幻写身啦。啊，咁佢哋咧今日都会不同形式咁去示范噶啦。系啦，有啲技术系好量型嘅，有啲技术系好技巧型嘅。千祈唔好試啊，因為咧，我哋真係話齋達到黐肺啊，真係啊！好啦，最後一 part 咧就有啲實戰嘅示範嚟嘅，好啊。